队服，队服换一下。说真的，天津泰达给我们这次机会，确实我们很感谢了。我们这联谊了好几年了，希望把这个活动继续搞下去。真不错。好了，看比赛吧，大家。I'm Peter Drury, and providing analysis and expert opinion alongside me will be Jim. 啊，键位不对，调一下键位。It's great to be on board. And already we're underway here. 有点卡。Aspas. AZP。好，看阿斯帕斯的，好球，德赫亚大脚，夸库，博格巴，博格巴分边，当杰斯拿球，博格巴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博格巴又拿球。马歇尔，好球，桑切斯，拉什福德，哦，上来这个张浩尔攻势很猛啊，但是阿宝淡定从容。阿斯帕斯，西班牙这两个中锋啊。这三个中锋都很强，但是如果打三中锋就差一个替补。啊，下面朋友说日天，日天加油。这刀，哦，花活啊。济南普吧，好嘞，我说济南话了啊，这济南普的，对，是盘格，是盘锋，我们济南这个山东申花联盟的这个盘锋盘将，好球，阿斯帕斯拿球，马蒂奇断球，马夏尔，桑切斯。PK， 哦，打了五后卫 ，AZP， 阿斯帕斯，传中，拜利解围，马蒂奇又被断了，伊兹科，佩德罗，哎呀，差一点儿，这个道哥这个这一下子反跑是很厉害。阿宝这个运用的挺熟，拉什福德，找卢卡库，劈锤，劈锤解围，伊斯科，老哥拿球，阿尔巴，拿球，看看，好球，慢一点。伊斯科，佩德罗，阿斯帕斯，好，德赫亚，他们这队的两个门将都太牛逼了，都是德赫亚，这都太牛逼了。他这个角球啊，这个高手啊，都是在这个角球上都有战术。看一下大家，看前点，这是加力了，摁了前，摁力量经济摁满了。好，这是加准的一个传中，德赫亚解围，还在西班牙脚下控制，对他传中，哎，阿宝一个特点投球比较好，好球德赫亚，倒戈。但是阿斯帕斯体能有问题，下半场这边就没有劲儿了，再加上体能上半场就力量
体能就不是很好。啊，球卢卡库。这个我们这次来天津啊，这个机器啊，说真心话，我们稍微有点不适应。好球，卢卡库，这个可能有转播设备接的太多，这个速率比较慢，感觉慢半拍，所以得这个得适应一下。好球，桑切斯，哎呀，好球，拉什福德 ，AZP。看这个道哥半场就没劲了，好球，拉什福德，二过一，这个今天的张浩选手踢得很稳啊，好球，哎呀，好球好球，大哥来了，大哥来了，加藤大哥，我今天下午去天津看个球，然后晚点咱联系。科彼得罗道哥门球德赫亚皮克正要投球，这个最后的时间容易进球，防守的双方都要注意一下。大脚，拜利解围，桑切斯。下半场。中场都没有调整，开场博阿巴拿球。好球。看怎么处理，好，小传中漂亮，好球好球啊，好球张浩，哎呦这边当子有点大，当子有点大啊，还是好传中，还是阿宝的老套路，这个没有啊，哎呦太细了阿宝，好的，这个加藤大哥，我看看啊，有时间就找你去就。好，桑切斯拿球。哎呀，这个西班牙这几个后卫太牛逼了，特别这个 AZP， 左右双边中后卫全能打，无敌的存在。除了头球软点，头球五二八。对，桑切斯拿球。二三转身。好球，看来也是个投球，看来也是投球队的选手。好，佩德罗下底，他传中啊，应该是传中。伊斯科，博格巴解围，哎呦没解出去。没有没有，哎，德赫亚在这儿这个曼联门前风声鹤唳，好球，刚好踢的球啊比较实惠一些，就是打反击，对，下底啊，哎，宝哥继续17年的那个下底，就是好球，哎呀这个德赫亚牛逼啊，双方都换人了啊，这个莫拉塔上了，曼联这边还没有调整，曼联这边看看这个体能怎么样，你小球都没争到，斯莫林大脚解围，马夏尔，博格巴拿球，
这个张浩踢的一板一眼的，基本功很扎实。好球啊，找洛库漂亮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ADP 无所不能啊，但是他就投球不行，刚才也说了，就这一点是吧，用了个加准的长传，漂亮，张浩加油。69分钟啊，这个开场白啊，这个没成功。卢克肖拿球被反断了，不着急，莫拉塔拿球，佩德罗断了角球，防好这个角球。伊斯科打门，哎呀，Isco put absolutely everything he had into that. Maybe better look next time. 卢卡库，曼联现在这个目前这个配置是很强啊。这个桑切斯配卢卡库，说在这个现实足球里这是非常强。好球，拉什福德，好球，好球，稳住啊，稳住就行。桑切斯还有马夏尔、林加德还有场下哈，马夏尔、你上吧，一会儿最后上。这个雇佣列啊，这个一会儿上场马竞，他这个解说啊太激情，你知道吧，他这个天津话说真的，我刚才想戴上耳机但是没戴。这个济宁的朋友挺多啊，我发现，你看都是来给咱济宁的朋友加油的啊，这个心态你看看，阿宝这个心态就是进去的短传，还有调整，阿夏尔，然后杨教授，拉师傅换了林加德啊，换了两个边前卫，瓦伦西亚。There's a real appetite from them to finally put this game to bed. 克克，维托洛，维托洛，伊涅斯塔。这个都说个蔡小丽，他自己起的外号，他叫蔡小丽，知道吧？他就是，哎呀，穆拉塔机会，有吗？没有。哎呀，一个三下。1-1啊，1-1。That is what he can do. Oh, this fella's as slippery as a nail the way he freed himself to score. I mean, for that defense, it was a case of now you've got him, now you don't. Brilliant. That has certainly made things interesting. Yeah, it's always a dangerous thing. 佩德罗边路，博格巴断球。Focus and then bang, you take back again. 好，发个。对，哎呦，这个配合打得漂亮，哎呦，这个二过一打得很熟，阿宝反超，现在比分好球，桑切斯，这个球好球啊，等一下。找瓦伦西亚，找佩德罗没找到，瓦伦西亚断球，桑切斯拿球，啊，西班牙的球，界外球，28，伊斯科，科。看吧，这老队员的心态比较稳，看拿球不进攻，
想发展最后一次进攻，还有两分钟，啊，断一次，还有一次进攻，如果能。有个角球。你看这个蔡小丽、百丽，哎呀。在输比赛，哎呀，行，比赛结束啊，恭喜。